咁啊 ，Dicky 仔嚟到呢个仓度，介绍啲正嘢俾你睇先啦。我机王介绍嘅 HiFu 机啊，喂，呢、這个 HiFu 机六万发片十万发，我啲朋友客人全部用亲，都拉晒上去啦，啲皮冇晒皱纹啊，全部都话唔使去美容院做 facial 咯。嚟不特止，送多个四点五 mm 同三点五 mm 嘅透俾你，疯狂打 D 一，优惠不断嚟啊！机王介绍，冇错，介绍 D 二拉皮机，冇乜货啊？点解？唔系，好多人抢啫。呢部咩嚟噶？拉皮机有疯狂紧致、美白、保湿集于一身，还回嘅射频，令到你 B B 皮肤出翻晒嚟啊！你睇下我琴晚用咗，大细面喎。我呢边唔记得咗用添，傻。但系呢部嘢真系劲啊！本身都明星都用紧咯，拉皮机正啊！不如嚟紧介绍嘅系 D 3嘅 mini 面机啊！我 Dicky 仔随身携带佢，劲方便，细细部喎。佢系行咩啊？行近嘅红外线，600倍嘅精华导入，即系代表啲乜嘢啊？可以慢慢帮你做美白啦、紧致啊、去斑，懒人嘅一物啊！依家 Dicky 全城热卖 mini 眼镜，攞嚟做下先。佢有十秒钟千百下嘅震动，你睇下，戚起晒咯已经。仲有眼纹、黑眼圈完全搞掂。200几蚊做呢部嘢，细细部不得了啊 ！D 四唔好打啦，真系唔够卖啊！D 四唔好打，唔好留言啦，算啦，唔好留言啦。喂，最尾呢部 D 五啊，我即刻收埋佢，点解啊？不得了，呢部回春机，又名刮痧机，佢可以做咩啊？做面啦，做颈，做身又得，排毒、刮痧、收紧、减肥，不得了啊！我刮几嘢，他起晒痧啦，已经，系咪傻噶？快啲打 D 五，攞呢部回春机。